上次来电报了。我问队长，我回信。走，快走，跟上啊！哎，我那随葬带不带？哪有什么事？快走！队长，来电报了。航警二队，途中遇上沙暴，一名地校新毕业的队员失散三天没有下落。骑的是我们一队拨去那峰白骆驼，让我们给协助找一找。我看，咱们开个会研究研究啊。这有什么好研究的？再不找，变成木乃伊了。杨子，哎，快把骆驼牵过来。好嘞。得想着办法。老家说的对，马上出去找。好吧，大家准备好，马上出发。哎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赶紧。这不是兰华吗？快，水，快拿水。休息好，队长，我已经恢复差不多了，是让我回队还是啊？别动，你别急，等我们商量一下。嗯，这是大家送给你的，谢谢。你在准备考大学？我才初中毕业，老家在给我补习，他以后让我考地院函授。哦，队长怕你寂寞，让你听听音乐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是把我送走，还是留在队上？队长想留，和你们队联系呢。老姜，亮子，把上空，空，来，空。他怎么了？啊，他不适应沙漠气候，常流鼻血。队长，肚子闹革命了啊！好了，下山，到沙漠子里吃饭。亮子，这边来，这边这边啊，陈工，这边这边，陈工给你这个，接着，哎，好嘞。大家快点，啊，在我包里。拿一个吧。好的。哎，我去，我去。好，你去吧。咱们把这盒。这怎么两瓶啊？要鱼的，要午餐肉。哎，午餐肉吧。哎，沙袜子还好点，赶紧烤肉吃吃。给。
野外生活够苦的吧？不过倒很新鲜。哎，小兰，嗯，你为什么要学习地质呢？因为我看了一部反映地质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嚯，这倒有点浪漫啊。你呢，为什么要学地质？我嘛，嗯，是因为打赌。打赌？嗯，以前听人家说呀，有女不嫁勘探郎，我不相信，就打了赌，想亲自试试，可一试啊，果然如此。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嗯，我让你闹，哎，让你，哎，闹，哎，闹，往哪儿拖你？闹，哎，别闹，哎，别闹，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哎呀，别闹，哎呀，哎呀。我给你们透露一个最新发现。什么最新发现？咱们那位稀有金属啊，要成为咱们代理小分队长的找矿成果了。哎，非叫人家代理小分队长干什么？以后得叫队长。好好好，就叫队长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一有空啊，他就和咱们队长凑合。真的？哎，本来嘛，那天我给他个烤馒头，可他神经过敏。人家原野的朋友在西安。啊？在西安？你们没听说呀？没没听说。别胡扯了，听说过吗？没有。哎，说是吧，他真瞎。哎，这么说，这位美丽的公主可就成了你这个被抛弃的人的了？小子，拿我开心！哎呀，上啊！哎，不准别上啊！上啊！哎，你这还救我呢？你这怕什么？哎呀，老秦啊！救命啊！叫我别闹了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小兰过来了，哎哎，你看小兰过来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我的妈！小兰，来坐。这是咱们野外队的老传统了。这种传统没有什么继承的价值。啊，对对对。脱下来。啊，不不不，哎呀，我自己缝吧。脱下来嘛。嗯。瞧，把医生搞成这个样子，懒懒散散的。不修边幅好吗？是啊，我拿回去给你缝缝。好好，坐。嗯，咱们是追求心灵美嘛，不讲那些穿着打扮。给，偏激。嗯，俄国大文学家契科夫说过，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。对对，外貌、衣裳、心灵、思想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对了，我是来向你请教的。你看，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怎么还记不住？把饭做成这样，叫大伙怎么吃啊？没法吃。要安心做好本职工作，不能一心二用。娜娜，你别整天抱着本书好高骛远，有时间上山挖点野韭菜什么的，给大伙调剂调剂生活，别光吃罐头图省事。你少说两句还能把你当成哑巴？他和你一样爬了一天沙山，你怎么不去挖野韭菜？一人一块，大家消灭他。免了，我愿意吃，治病。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去挖野韭菜去。这样子，坐下。要想不让别人说，
无论做什么事，都得干出个样子来。自学抓得紧是对的，可干活的时候是不能一心二用的。亮子，别哭了啊，以后注意点就行了啊。营地附近的沙葱和野韭菜我早就挖没了，远处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呀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领你去抓野鸭子。到哪儿去抓？我们这个组今天发现了一个淡水湖。真凉哎。来，好了，来把柴火点着。来。哎，白骆驼怎么来了？向兰姐。是他，快下水，快！哦，亮子，老家，你们上来呀！你怎么摸来了？你怎么摸来了？我有特异功能啊！你们有什么鬼主意啊？也瞒不过我。兰姐，把裤衩给我们扔过来啊！是啊，把长裤子也扔过来，我们有用处啊。你们穿吧。看，老姜给你。亮子，快给你披上。来，老姜披上。这，哎呀，披上嘛，披上。哎，你们俩冻坏了吧？哎，可不是嘛。你们俩可真神呐，捞了这么多鱼。哎，谁呀？队长。深更半夜，你们三个人搞什么名堂？捞鱼赶上火势，你说搞什么名堂？夜里下水出了问题，谁负责任？老姜，你是老队员，无组织无纪律，有些人总想借机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哼，你本来那件毛衣别那么整齐干什么？明天好还人家。亮子进来。哎，我发现兰姐对你真好。别瞎说。来学习吧。小兰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。哎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刚才谁到这儿来了？老姜。啊，是他。啊，
不，不是他，是刺猬。你看，跑哪儿去了？算了吧，别当我是傻瓜。为了加快这个测区的工作，从今天起还分两个组干。我带亮子、乐天还有兰华去检查这一带的异常，老家带领其余的同志去检查旁边这一带的异常。大家看看这样可以不？我不同意，我还和老家一个组。小兰，队长的安排是合理的，我们那个异常区路很远。我不怕，过去分组我一直和老家在一块儿，配合得很好，现在为什么非要拆开呢？那我跟小兰换过来吧。好吧，大家准备出发。老家，老家，嗯，你怎么了？小兰，我恳求你，说吧。你还是和队长他们一块儿去吧。怎么，你烦我了？哦，不不。那我成你负担了？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自从打刺猬那天晚上，我看见你心里就误会。终究是误会，矫正不怕鞋歪吗？你没懂我的意思。这是我们邻居家的姑娘，她长得很像你，连声音也很像。她是你的未婚妻吧？那已经是历史了，她曾对我很好，去年夏天他非让我回去一趟不可。当时咱们工作很紧张，我脱不开身，受罪以后我回去了，他已经……他变心了？不，没有，是他父亲寻死寻活的大闹一场，硬逼着他嫁给了公社书记的儿子了。自从见到你以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可现在又怕见到你。我这个人不知怎么了，一下子变成了薄皮蛋，脆弱得很。老家，请你谅解我，我是一个独生女，你就像我哥哥一样，我很珍惜这种友情。队长，小兰，坐吧。那天晚上你们去抓野鸭子，我批评了老家他们，你心里在骂我吧？啊，其实我也很想去，可我们毕竟是在野外工作，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？谁也不是小孩子，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嚯，气儿还没消啊。好吧，以后我一定带你们去游泳，将功补过，啊！你看，我们最后这个基站就建在这儿，啊！
老秦，怎么样？哎，费了牛大的劲儿，才搞到半桶黄泥汤。他们怎么样？还没回来。咦，老家他们回来了。啊？老家。啊，亮子。找到水没有啊？找到了。哎，这回呀，可以敞开供应了。别把肚子喝饱了就行。太好了，老家，你们是在哪儿发现的新大陆？在山后碰到了泉水。嚯，好家伙，这泉水呀、啊、是又清又凉啊。亮子，嗯，快烧一锅干菜汤，让大伙儿美美的喝一顿。好嘞。今天可有点累散架子了。老秦呐，啊，你们辛苦一下子，我实在挺不住了。你们去把骆驼，这好说，骆驼我去放，你们找到水就算立了一大功了，到帐篷里歇一会儿吧。好。队长，队长，这水有问题啊！那四峰骆驼啥也不想吃，嘴里直吐白沫，有两峰瘫倒，站不起来了。老家他们怎么样？说头晕，肚子胀，老家更严重一些，你看看去吧。老家，老家，怎么样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老家，你别急。别喝，这水有毒。有毒，队长刚化验过，把汤倒掉。亮子，把酒壶给我。现在，别喝，快给我，喝下会好受些。没用了，亮子，亮子，你兰姐呢？他们出去找水去了。来，乐天，给我。乐天，你看，哎，有门了啊！啊，我回去拿桶来。你在这儿，我去吧。好。怎么样？大队领导让我们立刻动身，把中毒的同志送出沙漠。他们已经和驻军医院联系好了，救护车到沙漠边缘汉乃城堡废墟处接应我们。哎，眼看工作就要结束了，偏偏这个时候出事儿。你看这最后一个点还干不干了？大队希望我们留下几个同志，完成任务后再组织力量接应我们。队长，那老家他们怎么办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和老秦把中毒的同志送出去。哎，来，你们来看。你们从这儿出发，经过一片绿洲，然后直插过去，这样最迟后天晚上就能到达指定地点。接头以手电光为号。好，把备用水带好，马上出发。哎，好。
文锦，亮子，人都上哪儿去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家。他怎么了？他们喝矿泉水了。啊！文锦，他们已经走了，这是他留给你的。小兰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们不大可能再见面了。这几天你对我就像对你的亲哥哥一样，可我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对你产生了超过友谊的感情，可能伤害了我们兄妹友情，实在太抱歉了。另外，这里就剩下你们三个人了，你们的担子更重了。我们走后，你们还要深入沙漠腹地，检查最后的航磁异常。这对发现新矿点和对这个地区进行远景评价极为重要。你们要孤军作战，处境更艰难了。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，相信你们会坚持到底的。要抓紧时间完成任务，大队部在等待着这些资料。对对，我们是航天小分队电台，你们现在的位置？我们救护车已接近你们的指定地点，还没发现护送的驼队，他们会不会在沙漠里出现意外呢？盖儿，拿水来。哎，来了。喂，发现了火光，他们有可能到了。喂，等见到他们，请护送的老秦和我通话。老家，老家，你看，救护车来了！救护车来了！老家，你醒醒！你看，救护车！病人在哪儿？在这边，快过来！小兰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老秦，老秦，我是小兰，我是兰华，你把耳机给老家戴上，哦，让我喊喊他。老家，老家，老家，你醒一醒。老家，小兰要跟你讲话。你听见了吗？我是小兰，你听见了吗？你醒醒。小兰，老家醒过来了。老家，老家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到了医院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是小兰呐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你不怪罪我吧？不，不，老家，我一点儿也不怪你。老家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老家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我答应你，你明白吗？我答应你。
你怎么了？老姜。他怎么了？他已经。什么？队长，老家是真的。那两个同志，还在抢救当中。吃饭了。小兰，你不该这样，亮子也不吃不喝，你该回去劝劝他。上哪儿去？来，先吃饭。我，亮子，我们都吃饭，也都好好睡觉。从明天起，我帮助你复习功课啊。我心里乱得慌。亮子，你忘了老家是怎么嘱咐我们的？咱们一块儿吃吧。老家是个好同志，大家会永远怀念他的。我们应该像老家一样坚强，把最后的野外工作完成好。今后的任务就落在咱们三个人的身上了，啊。小兰，该回去了。哈，学习呢？明天我们就要向深处转移，去检查最后一个异常。哦。
要尽量轻装。学习完，早点准备吧。好啊。小兰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可别见怪。你说吧。老家对你提过那方面的要求吗？他心里可能有过愿望，但没有明确提出过。那你为什么在电台里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觉得那个时候他需要一种力量。哦，如果有人向你提出愿望，你能考虑吗？不知道，也不可能。假如可能的话，你怎么样？能答应吗？不知道。小兰，歇一会儿吧。小兰，嗯，我经常奇怪自己，一见到女同志就发窘，想好要说的话，又不知道怎么说。那你和他也是这样吗？他，嗯，他是谁？你的女朋友啊。你笑什么？你真把玩笑话信以为真了？大家哄的那位是我的外景演员。外景演员？嗯，我们是地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，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同学关系。骗人。那同志们为什么？哈，是去年春天，局里两位领导同志提出给我介绍对象，一位是局长的侄女，一位是党委副书记的小姨子。我并不想攀高结贵，可又不好驳人家面子。这时候那位女同学来局里搜集资料，我就如实地讲了自己的窘境，请她当一次演员，扮演一个捷足先登的角色。她同意了，为这个她多住了几天，还帮我拆洗了被子。就这样，我就把那二位辞掉了。你费了多少脑细胞？你赶紧把人家回了不就得了吗？我不愿意损害他们的自尊心，再说回了二位，还有第三、第四。我想摆脱这些干扰，集中精力干点事业。这样一来，你不是把自己的路都堵死了吗？堵死更好。为什么？你读过苏联小说《
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吗？读过。你还记得里面的别里街吗？记得。三十几岁的总工程师，我想我也会像他一样，等到一位聪明娇贱的姑娘丹尼啊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我可能比别里杰更幸运一些。这个丹尼呀，啊，小兰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好了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近来总躲避着我？啊，没有啊。难道我给你什么错觉了吗？我相信自己不是错觉。说真话，你是不是因为大家起哄的那位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心眼可真多。1794.5。哎呀，来雨了！啊，不好，是沙暴，赶快走！别管了，快进古城堡！小兰，快抓住我！来了。哎，慢点。亮子不要紧吧？他会想办法的。这野外工作真够人受的。只要对国家找矿能做贡献，再艰苦，结果总是甜美的。嚯，境界还不低呀、啊，是真心话？生来没说过假话。你呢？我当着真人不讲假话。我这次到沙漠来，是一次告别性的野外工作。怎么，你要飞走？这沙漠上的航色重丝放射性异常，多年来是国内外专家所注目的。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些资料，足可以搞一篇有分量的论文。回去后，我们合伙把它搞出来。只要论文一发表，肯定会引起国内外专家们的强烈反响。到那时候，再请我爸爸出面找他的老部下，你就可以和我一起调回北京地科院去工作。我可不喜欢纸上谈兵的工作，真的。我喜欢野外地质工作，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。这想法也好，年轻的时候多跑跑野外，干出点成绩来。你放心，绝不会离开你的。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不是心里在骂别理解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对我这样？我承认是一见钟情。
记得所里为欢迎你们举办的那次新春晚会吧？嗯。自从见到你，其他姑娘在我眼里仿佛都失去了光彩。我邀请你跳舞时，就暗暗对自己说：“上帝啊，丹尼亚威廉了。”那么你把我安排在航检一队里，是不是有意的？不仅是有意的，当时还怕你坚持要回去呢。那经常安排我和你一起跑野外呢？这还用问吗？我问你，你当时是想回去，还是想留在我们队呢？不知道。你都变成土人了，你快看看你自己吧。啊！样子呢？是啊，哪儿去了？兰姐，队长，我在这里头呢。哎，啊，亮子，风都停了，你怎么还裹在里面不出来呀？这夜可把我累苦了，你们要不来啊，我还睡在这儿呢。队长，帐篷都刮跑了。还剩下什么？啊！两封落的，让我拉到沙包子里去了。还有，披上。亮子，你真能干。晚上冻感冒了吧？哎呀，头这么热，这可怎么办？一点药也没有了吧？不要紧，过几天就会好了。亮子，电台摔过吧？电台被帐篷卷着刮走过。坏了吗？天线断了，机器坏了，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没法和队里联系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哼，毫无办法。水桶还在吗？塑料桶刮跑了，大铁桶我已经灌满水了。饼干也剩不多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轻装走出去，要不然就得渴死饿死在这儿。我想队里会想办法营救我们的，走吧。
我叫你喝，我叫你喝，哎，哎，我叫你再喝，哎，我叫你再喝，哎，哎，队长，哎，别打了，我叫你再喝，别打了，哎，他也是渴的，没有办法，我求求你，别再打他们了。你可怜他们，谁可怜我们？没有水，我们就得渴死在这儿。爷爷，哎，别打了。打死他也没有用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找水吧。水也剩下不多了，亮子，把壶拿来，分成三份。只好到大沙谷去看看了。嗯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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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兰，见到点湿沙子没有？没有。喂，快上来！小兰，快，走吧。美女，哎，哎，亮子，把望远镜给我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啊，太美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惊了啊！坏了，我们受骗了。刚才看见的是海市蜃楼。啊啊！快，往回走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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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童怎么不见了？啊？可能是爬那个坡的时候掉下来了。我去找。丹姐。啊？我去找吧。亮子，亮子，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喝点吧。哦不，你喝。你喝吧。来，你喝。不。来，你喝嘛。啊。怎么还没影啊？会不会？没事儿，他可能躲在哪个阴凉地里歇着呢。都去那么长时间了，会不会迷路了呢？哎，我们去找找吧。亮子，亮子，亮子。亮子，亮子，亮子，亮子！哎呀，他发烧呢，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你等等。给我，亮子，哎，亮子，兰姐，队长，你们走吧。快别说傻话了，咱们一块儿走啊。兰姐。一来，他发现水了。他烧的说胡话呢。这个鬼地方，只有海市蜃楼。不会吧？哎，哎，你看，芦苇，说不定，说不定亮子在那儿找到水了。要是找到水，亮子就有救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哎呀，走啊！哎，净胡扯！这个地方哪来的水啊？哎，你看，能长这么高的芦苇。说明这儿的地下水位高，哎，咱们别胡想了，沙山顶上也长草，下面就能挖出水来。那，那
也不能只等着渴死啊。你真心爱我吗？你胡说些什么呀？你相信我，也是真心爱你吧？这几天，我只想着一个问题。眼下咱们一滴水也没有了。怎么从这茫茫的大沙漠里死里逃生，过咱们幸福美满的生活？哎呀，光想将来有什么用？问题是现在怎么能走出这茫茫的大沙漠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也是唯一的办法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啊，咱们俩先走。那亮子呢？亮子眼下动不了，暂时留在这儿，我们找到水再来接他嘛。那要找不到水呢？那是另一回事儿。我不，我们不能把亮子扔在这儿，就是渴死、饿死，我们三个人要死在一起。你怎么净说傻话呢？有生路不走，非要三个人困死在这儿吗？我傻，你聪明。自己队员活活扔在这儿，你这个当队长的就问心无愧。什么他妈队长不队长的，死生管不了那么多。你难道我们就这样渴死吗？啊啊，歇斯底里。我怎么没看透，没看透你是这么贪生怕死。小兰，请你谅解我，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。想到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，我才……你也不能把亮子活活的扔在这儿。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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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子，亮子，水，亮子，亮子，亮子。快醒醒，亮子！怎么样，亮子？是。亮子。亮子。啊。等等，来了，亮子，
亮子，兰姐，你觉得好些了吗？嗯，姐，我的背包，你的背包在哪儿？那儿。要背包吗？来了，给。打开水壶。怎么，你这份没喝？我怕咱们三个万一。你喝啊，我刚刚喝过了。嗯，这点水是咱们的命根子，留着它，咱们还得靠它维持着，找到水源啊。你等着。喝点儿。亮子，姐姐扶你上骆驼，能坐得住吗？啊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吧。队长呢？我的骆驼和饲料桶怎么都不见了？啊，这鞋，姐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倒说呀。袁爷，他把咱们扔下走了。啊？那咱俩？好弟弟，咱俩也能活下去。姐，你带这点水先走吧。快别说傻话。咱俩靠这份骆驼还是你一个人先走吧。不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要把你带出去。虽然袁爷他拿走了一部分资料，想回对报功领赏，可他没能拿走我们手里的一部分重要资料。队里急需这些资料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就要争取早一天回队去。啊，来，咱们走。Thank you.
之主。月夜，他以为咱们俩会困死在这儿，拿走了综合土建去著书立说，想捞取资本，真卑鄙。他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是要活下去。我们要像老勘探队员那样，克服艰难困苦，把这次航空物探仪场地面检查取得的全部资料带出沙漠，争取早一天对这个地区做出远景评价和转入下一步工作。不喝的，怎么能走出大沙漠？来，听姐姐话，喝点。可你好几天也没有喝一口水了。兰姐，是我拖累了你。快别这么想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一个人是没有勇气往出走。我相信队里的会想办法营救我们的啊。我冷，我冷。哎呀，你再发高烧。别动。